姿势啊？看，是老马吗？我们到新加坡了啦。要吃什么？宝宝，已经到了。你现在要推你的行李是吗？小心啊！哦，小心呢、啊。哎呀，你推大的干嘛？你又推不动。公主，我们来到新加坡耶！能看到吗？嘟嘟，新加坡最多人来的地方，鱼尾狮跟金沙酒店。小公主，小公主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什么好玩的呢？咦，公主，我带你去看鱼尾狮，走。哦，好多人哦。小公主，你有看到鱼尾狮吗？你说 Hello 椰子，公主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拍拍拍，拍拍拍，拍拍手，拍拍拍，对的。公主就是这里，两个地方都拍到了。小公主说嗨 ，say hi， 好可爱哦。小公主，你要去空中花园哦。爸爸在买票，你一直生气。在喝什么？都被你喝光了。咦，好喝吗？咦，我们到哪里？圣淘沙哎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要去。我们现在要搭车前往圣。